如何支付，对吧？如何来做这个网络的营销啊？因为结合特殊的这个市场来怎么做营销？然后呢，如何是来这个来做？谈得更远一些，就是如何来做品牌啊？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是说需要我们下一步那个调研更深的问题，好吧？啊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那个。